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谢给主，诗篇55篇22节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面对生活中的重担，不要让它继续留在我们的生命中，要卸给主，因为主应许说，他必抚养我们，也叫我们永不被这些重担所摇动。面对生活中的压力以及劳苦愁烦，我要学效大卫，把这些重担卸给主，主必为我担当一切。主啊，我要将我的重担全然交给你，因为你应许，你不仅愿意拯救我脱离一切的难处，而且还要抚养我，照顾我的生活，让我毫无挂虑。主啊，我如虫如蛆，你还如此顾念我，谢谢你对我如此的眷顾。主啊，生活中的重担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工作、家庭、儿女、人际关系、服侍等等，这些重担让我焦虑，失去喜乐，没有盼望。主啊，我愿意回到你的怀抱当中，经历你的大能和奇妙的带领。主，你曾说过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要到你那里去，只有在你里面，我才能得享安息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我的软弱，我知道我
知道什么叫忧愁，随着年岁增多，烦恼也跟着多，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，却没有平安喜乐，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。痛伤，他痛伤。